还有平台啊，那句。啊，但是我觉得你缺少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你表演。哎呀，对，但是今天有机会来到这个平台跟这个，所以你的位置一定要做到到位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觉得对于动作来讲，我觉得还有就是，你的整个造型啊，跟你的那个跟跳舞的感觉有一点点分开。我觉得你的现在穿着的造型比较像一个玩 band 的，就是玩 band 的感觉，就是不太像是一个跳舞的人。我只觉得说，就是来参加棒棒糖甄选，我觉得一定还是要有一点点东西啦，对，那个才艺的部分。好，谢谢，加油。加油啦！谢谢，来欢迎下一位林威力。外形俊俏的林威力是刚从美国回来 ABC 演过偶像剧的经验哦，到底帅气林威力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贺之翔，没有啦，开个小玩笑。My name is Edward Lin。我中文名字叫林威力，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小朋友，我现在18岁，我现在讲中文有点不清楚，因为我刚拔智齿，不是大舌头哦。表演的项目是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表演的是我自己编的舞蹈，谢谢。结束，唐子从这边看过去，感觉到有点像阿本啊，但是我们俊逸老师感觉有不一样的 feel 啊。是很多韩国的男生，就是在并不是化妆的关系，就是眼睛跟眉毛这一块的长法就像这样，再加上他笑起来，你17岁而已，对不对？18，然后看起来就是有酒窝，他笑起来是属于邪笑，对，就是邪邪的那种笑。很多韩国的男生，无论是东方。无论是东方神起或者是什么 Super Junior， 其实都有像这样，而且头发就是这样子，就会盖到一点点电眼这样子。其实你今天颈部以上比较受到瞩目，那你就知道你表演的好不好了。好，对不起，有不要再插手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太紧张，真的很紧张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很好，就是自信。我觉得自信是一个很，但是我觉得自信跟上台的准备其实是需要被训练的，所以就有些你看到艺人上去只是拿个麦克风讲讲话，他其实都经过一些训练跟经验，然后像他这样子其实是比较，我觉得算是一个还没有琢磨的啦，然后所以他其实很想把自己做好，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，那我觉得将来多一点经验，然后有一些累积一些表演的东西的时候，就会开始知道啊，我这时候该怎么态度，怎么手要摆哪里，就不会一直叉着腰，然后或者是我这时候该怎么样做的时候。啊，舞蹈的部分，我觉得就是要继续再加油这样子。我觉得他很像我当初看到的 Henry， 就是那个 style， 就从国外念书回来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好像眼睛都长在头顶上，然后看不到人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有时候他就转过来眼神，怎么看起来好像很有杀气的感觉？有一点，我也有被射到好几枪。有，我当时觉得外形真的 OK， 但是才艺真的要再精进。好吧 ，Anyway， 反正 OK 啦，还蛮帅就好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谢谢你，下一位，谢东玉同学。19岁的他喜欢跳舞，还有饶舌。看他跳舞的样子，是不是好像在哪看过呢？卖个关子，待会告诉你。大家好，还有各位评审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帮唐儿各位学长们好。然后我的名字叫熊宇，外号叫牙膏，然后今年19岁，身高是173，体重是60公斤。然后我的兴趣是跳舞、唱歌，还有饶舌。然后专长是舞蹈，然后我今天要带来一段才艺表演是矿，谢谢。矿，耶，牙膏的感觉。耶，是
乐。我觉得其实来讲，矿本来就是比较有态度，更有态度。然后我觉得太着重在那个律动了。对，比如说而且讲实在是，哎呦，说说一下，说说一定要给我们说一段。其实因为我是怕被你 K 到。对对对，因为其实如果他在这都着重到一些律动。律动，比如说他的这个音乐比较弱了，我觉得他可以找一些比较 rap 的那种凶一点，就是 bad bad 就接 bad bad 就 bad， 就比如说有人岂不是那种。欸、我打从心里的尊敬你，真的。没有，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跳得更好的，因为我现在会喘，知道吗？喘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台湾要这个很多跳得很好的，然后也是因为他们这样现在这样努力啊，才会愿意说的舞者越来越好。你快点接话，他长得比较和善的，没有像面线那种很近，有没有？可是我觉得他今天头发刻意还弄这样子哈，就前几天去烫的。对，他是故意。他的头发是故意配合今天的舞蹈。其实我觉得你在戴面具的时候啊，那个抖动的方式其实有一点点蓝波老师的味道，但是你拔下来之后反而整个都软掉。那我觉得刚刚蓝波老师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，胜过我们的废话，就是他用一样的音乐跳给你们看，什么叫做那个狠劲跟力道，这样就知道了。好，谢谢。当舞蹈基础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人，音乐比较重要。可是如果你舞蹈基础很强，音乐就其实已经无所谓了。对，真的。多久啊？好，开播至今进步最多的人是谁呢？堂主真的进步好多。哎呦，看第一集录棒棒糖，我在哦，对不对？我也在。第一集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全身冒汗，不是因为摄影棚热，所以他真的很冷，真的。但是现在全身流汗流得要命，大部分是因为你今天讲的每一个点每一个破口都好好笑，不要意的来，大家好好的来喝杯。我有个问题哦，可是我知道很跳通，就是那个三太子跟李哪吒是不是同一个人啊？的位置好不好？吼，来，谢谢你，耶！欢迎下一位哦，面熟的名字，黄世刚同学。最后一位甄选者就是咱们的鞋子了。他说离开棒棒糖的日子让他再也受不了了。到底还要如何让自己回来呢？看看吧。是的，威廉啊，不是什么，是的。蝎子，你回来了！曼姐好，各位老师好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黄世根，今年18岁，身高175公分，体重63公斤。那我今天要带来的还是101招钢琴，谢谢。耶，你是蝎子没错，我你是。
倒下去那两个音，我以为我又回到 Gloomy Sunday， 回下去那可怕的一夜。好，等一下再求你，先那个谭博士讲一下钢琴这个部分。